我们现在是在珠峰的珠峰的四号营地，是今天晚上11点钟，我们会从珠峰的四号营地出发，直接冲击。但当时因为天气特别不好。 尼泊尔的8.1级地震导致了珠峰大本营雪崩，整个珠峰大本营有19个人遇难，我所在的队伍有5个人遇难，我自己也是受重伤，我们那次是被直升机救援出来的。你的梦已经圆了，然后就是不是就可以歇一歇了？结果我当时就冒出一个让我自己都觉得很可怕的想法，然后我就想我再去尼泊尔等一次。 在这种山上就没有手机信号，没有人能找到我，然后我就是彻底的放松，什么事都不想了。我觉得登山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的过程。